少司命大人，他正在五彩村里和几个夜王使者说话呢。打扰倒是不会，但你见到夜王时可千万不要惊慌，倘若惹恼了他们，又要添不少麻烦。他们长相有些特别，我刚看见的时候也吓了一跳呢。乌昭灭国之战，我卜天岭早有耳闻，却没想到此战竟让你们全族变成这副模样。胜负都算寻常事，若是堂堂正正战败，哪怕身死当场，我等也不会有半句怨言。但何兆人，你是说他们用的那把邪剑？只看我们现在的面貌，应不用我再多言。唉，阴邪之气同时侵体，你们受苦了，所以还请卜天岭赐下阴华拳，助我等维持神智，缓解痛楚。我虽同情你们，但阴华拳是卜天岭圣物，哪怕是我师父也不能单独做主，须得和晋霜夜族长一起奏请幽都定夺。我明白了，相思姑娘，相信幽都一定会做出公正的决定。不知道师父和大巫祝商量的怎样了？我刚听说时也觉得难以置信，但师父详细问过他们之后，并未提出质疑。怎么，难道堂堂卜天岭的大司命，你也要怀疑吗？嘿，不用这么严肃了，为人行事，严整些总没有错。昊苍之事，我虽已经知晓，但毕竟没有亲眼见过那把邪剑的模样。你若当真好奇，这五彩村里就有不少夜王，你找他们一问便知。咱们乌兆与何兆本是兄弟，百年前因争夺族长之位而分裂，从此战事不断，结下血仇。两族实力差距悬殊，乌兆多年以来胜多败少，所以在听见何兆入侵的消息时，无论大王还是小民都没有放在心上。只有大将军认为太轻视敌人，迟早会后悔。当时无人在意他的意见，但当何兆势如破竹直逼王庭后，这句话却被人翻出来，指责大将军与何兆早有勾结。早在何兆犯境之前，大将军就多次表示大王指定的继承人难堪大任，甚至在喝醉的时候说过，阎罗大神曾托梦给他，若有不忿，自可取而代之。由此看来，大将军确实早有反心，就是为了纪念他，咱们并不算污蔑了他呀。我仅是受到波及，就已生不如死，而那些直面奇峰的族人，更是无一生还。被邪剑所伤之人，不但伤口极难愈合，
还会因为受到邪气影响，狂性大发，丧失神智。据我所知，只有饱含阴气的草药才能暂时压制咱们体内的邪气，但也只能治标，不能治本。无法释放。这把邪剑就是你们异变的根源吗？也不尽然。当年何兆人攻入王庭时，邪剑已是强弩之末，很快便分崩离析，但它即使只是一枚碎片，上面缠绕的邪气也非同小可，你看的时候可要小心。都是天意，是神明对咱们一族的考验，也是重新齐聚圣物的契机。主人，依我看，这枚碎片的质地与百草谷里浩苍拿的那把长剑极为相似，而且这些夜王身上的气息和浩苍失控之前也非常相像。如何？我和师父没诓你吧？子前辈说的紫云石，哈，我知道了，不过咱们这里都叫它兔耳眼。你瞧我手上这个链子就是用它穿成的呢。大家都这么说，五彩村外就有，你先去寻一些回来，我会派人禀告师父。石头又没灵性，能帮你稳固剑心吗？当然还得靠人了。到时候我师父和大巫祝会在九幽殿中借阴泉之力设下帝皇圣祭阵，才能帮你彻底稳固剑心。听说当初大司命的降临武器，伊拉瓦拉西，你以前是多爽快的一个人，怎么一到补天岭就变得瞻前顾后，畏首畏尾？这里与别处不同，需三思而后行。哼，你多思一刻，族人们便多受一刻痛苦。依我看，大将军，此事已有伊拉瓦拉西做主，你虽劳苦功高，却还不是乌昭王呢。小小一个侍女，哼！我虽人微言轻，却还懂得尽忠职守的道理。够了，我已和少司命约定好，在幽都传会答复前，谁都不得轻举妄动。哼，我们走着瞧。大将军如此冲动，怕有误事。阿荣，你去跟着他。是。且慢，我在找沙亚，我在找我们的大巫师沙亚。我们无意冒犯补天岭，但沙亚他疯了。在王庭之战中，沙亚不但失去了许多亲人，还损伤了合魄与德魄，稍受刺激就会心智全无，仿佛是墓园的方向。
你放心，只要找到他，我就马上将他带回大营，绝不会给补天里添麻烦。云哥，你退后，来者不善。那可怎么办？咱们偷偷吸食阴气的事，又是被补天岭知道了，恐怕大将军也保不住咱们。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伊拉瓦拉西知道又如何？难道他还敢跟大将军翻脸？你既然来了，为何却不肯见我？你是谁家的孩子？我爹是补天岭的大司命明月晨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他一定会好好谢你的。明月晨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孩子都这么大了。我没事。阿姨，你是？我叫沙亚，是夜网的大巫师。你刚才打死了自己族人，回去会有麻烦吗？你在担心我？你不必为我担忧，伊拉瓦拉西早已下令严禁族人擅自吸食阴气，破坏地脉，如有违者格杀勿论。即使我不动手，他们也难逃一死。他们都是哥哥的手下，难道？不要紧，你的族人要是不信，我就去帮你作证，咱们拉钩。头好痛。你还好吗？别过来。什么保证，什么誓言，都是骗人的。幸亏我娘不是这个脾气。啊，糟了，那些夜网没弄坏大夏的墓园吧？这纸上塔林中有位守护石灵，威力惊人，但耗费的灵力甚巨，爹爹说过只有在危机时刻才能启用。你这就拿着我的这枚护符去将石灵唤醒，助他清除夜网吧。云哥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……娘亲，我过几天再来看你。这些作乱的夜王也不可轻纵，待咱们回五彩村禀明少司命和一郎相思，再将他们一网打尽。等级不足。
等级不符。九泉是阎罗大神赐给乌兆部的圣物，凭什么被你们女娲部族占据？一郎相思只是个私生女，大将军才是天命所归的乌兆王。相思只是个私生女，大将军才是天命所归的乌兆王。伊拉瓦拉西毕竟是个女人，还是跟着大将军做事爽快。伊拉瓦拉西毕竟是个女人，还是跟着大将军做事爽快。一郎相思勾结明月尘，他是乌兆部的叛徒。杀死一郎相思，大将军万岁！无法释放。叫他，让他好生静静吧。哎，由此看来，先前族人们对大将军的怀疑，也并非空穴来风了。灭国之战时，族中还曾流传过奇怪的谣言，说是大将军里通外敌，才让何兆人长驱直入。后来亲身验过邪剑的威力，谣言才渐渐平息，但对他背叛族人的质疑却从没断绝过。一时不察，祸起萧墙。伊拉瓦拉西，这就是你们夜王对卜天灵表示的诚意吗？少司命放心，我这就召见山西啊，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哼，但愿如此。哎，你要的紫云石找到了吗？好极了，师父刚才传信给我，说他和大巫祝已经在九月殿里等你了，我这就送你去那里吧。大将军出身显赫，又娶了咱们族中的大祭司为妻，大家都把他当下一任乌兆王看待，谁知父亲怜爱我那幼弟，在他不满十岁的时候就将他立为继承人。大将军嘴上虽然不讲，心中却已生怨，他突然就带人离开了王庭，好几年都没回来。
无用之人自然无人在意。是谁？这是……看来你也知道它的威力。有人请我将此剑交给你。我再无用也不会接受仇敌所赐。你会的。风鸣已将来龙去脉说与我知，既是昆吾子前辈所托，我与大巫柱自当鼎力相助。九幽殿是通往阴华泉的必经之地，自然阴气浓郁，有我与大巫柱在此，你不必害怕。到时你就去泉水中用灵力催生六朵青莲，阵法自会随之开启。大司命，有人偷袭！你们不是他的对手，退下吧。方才帝皇圣祭阵意外中断，你现在觉得如何？你也注意到了善西亚的那把剑。小事而已，你不用紧张。如今善西亚虽被击退，但他的部族仍在绝技山流窜，我与大巫柱须得尽快遣人平乱，这里便少赔了。也好，你这就去找额镜，让他送你去绝技山。
这个时候去绝技山，你可真是艺高人胆大。成，不过我得先开启九幽殿的门禁封印，你去前面的大门处等我吧。我施术的时候，你就替我清除这里残留的夜王，千万别让他们扰乱我。你肯定偷听到什么？哎！伊拉瓦拉西毕竟是女人，还是跟着大将军做事爽快。气归元。绝技山有个叫静穆的咒影，是我的得力手下。自夜王攻入九幽殿后，我便失去了他的消息。你到那边之后，替我看看他是否平安。
你是从九幽殿过来的，那儿的夜网都退去了吗？太好了，只要再赶走这里的夜网，就能还咱们补天岭一个清净了。对了，你过来的时候有没有见到一个名叫姚谷的司命？他应该在附近与夜王恶斗。花皇虽告诫我们要仁爱宽恕，但倘若有人敢进犯补天岭，我也绝不会放过他们。杀死一郎相思，大将军万岁！是个女人，还是跟着大将军做事爽快？伊拉瓦拉西毕竟是个女人，还是跟着大将军做事爽快？咱们咒引奉蛙皇之命，世代在此守护樱华泉，但泉水里到底有什么？嘘，别出声，当心惊动的那些夜王。好像是那个大将军单西亚造反，不但劫持了一郎相思，还打杀了他的好几个亲卫。你认识他？哎，你做什么？他们人多势众，你这时候过去不是白白送命吗？你别冲动，我已经传信给咒引的风仪生长老，请他亲自过来料理此事。怎么，难道你不相信风长老的实力？哎，山西亚好像对他仇怨极深，连斩了他好几剑。不过这姑娘也是好样的，痛得牙齿都咬碎了，硬是没求一句饶。什么人？快抓住他！大将军有神剑在手，先破补天岭，再灭合照，易如反掌。
你先让开。今天这一剑，算是彻底斩断我与他之间的情分了。我没事，只是可惜了阿荣。即使在灭国之战中幸存，却仍没有逃过邪剑的锋芒。那把就是覆灭巫兆的邪剑，有机会我倒要亲自见识一番。现在除了阎罗大神，怕是无从得知。如今单希雅手提邪剑公然叛族，他以往功勋卓著，恐怕许多族人都还被他蒙在鼓里。我得立即回转大营，揭穿他的真面目。慢着，你们夜网内乱，却让我补天岭身陷危难，甚至连樱花泉也受到波及，对此你就没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我一郎相思以血立誓，无论单希雅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将其捉回，与补天令一同处置。风长老，这样成了吗？愿你时刻牢记今日之言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很久没人这样叫我了，你就别改了。别看了，他已经走远了。什么人？快抓住他！听说那一郎相思曾是巫兆第一美人，与单希雅也是青梅竹马，只是单希雅另娶他人后，两人也就形同陌路了。你先别忙着感叹，这枚传音鼓你且拿去，替我交给风鸣，里面记录了方才发生的所有事情，千万别弄丢了。还有，倘若在路上遇到落单的夜王，你就将他们一并送到五彩村，省得他们无人监管又惹出什么祸事。说当初大司命的现在出了这档子事儿，今年的放歌节只怕是过不成了。何止犹如火放灵势一般，算上善后的时间，只怕要拖到跳升节以后了。
事态未明前，我不会为难他们，却也不能放过他们。既然方长老放心不下，那就由我来亲自看管吧。少司命，大司命有信给你。若真如此，那善西亚确实不能轻纵了。师父认为，善西亚邪剑之上的气息与太华山和百草谷出现的邪气或许有所关联，让咱们一定要拿下他，问个清楚。你带他们几个一起去，也好有个照应。你要早来一会儿，就正巧能遇上他们了。叛将善西亚要策动族人强夺樱花泉，他妹妹沙雅却一直坚持，要等伊拉瓦拉西回来再做定夺。他们身形太快，我没瞧清楚，你不妨去问问裘自在大人，现在营中就属他修为最高。沙雅自变异之后性情大变，常常深陷癫狂之中，不是念叨情人就是念叨儿子，如今难得片刻清醒，却遇上了兄长谋反，若不是伊拉瓦拉西及时赶回，恐怕就要命丧亲兄剑下大将军，啊不，叛将善西亚见伊拉瓦拉西带着援军赶回，便带着那些执迷不悟的族人往岭西山道那边撤退了。那是出步天岭的必经之路，一旦放他们走脱，恐怕日后就再难追索了。相思姑娘，好好好，你肯这么称呼他，是伊拉瓦拉西的福气啊。好了，闲话少说，你快去岭西山道助伊拉瓦拉西捉拿叛将，科迪亚将军已经先行赶去了。至于营外那些叛军，你也不必留情，一并清除了吧。等级不足，
一郎相思勾结明月尘，他是乌兆府的叛徒。马将军有神剑在手，先破补天绫，再灭。杀死一郎相思，大将军万岁！陕西呀，陕西呀，真的拿着邪剑，快快去前面相助伊拉瓦拉西。沙耀，沙耀，你先让开，我来为他疗伤。沈西啊，你为达目的竟连自己的亲妹妹也不放过。哎，我本不欲对他出手，是你连累了他。早知如此，当初在绝技山我就不应对你手下留情。你我已非活人，说情也是无用。沈西啊，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乌兆灭国是否真有你推波助澜？你们心中已经认定，是与不是又有什么区别？你若自诩清白，这把邪剑又是从何得来？早知道要来救人，我就向冰庆霜多请教几句了。还能怎样？死不了，也活不成。等等，有人来了，小心，他很强。如此神剑却只知生劈硬砍，当真是暴殄天物，还请高人指点。你就是那邪剑的主人？好生体会这种滋味吧。站住！你还愣着做什么？带沙哑姑娘快走！你们一个都别想逃掉！邪剑打开了问皇者门之门，若不赶快将其破坏，皇者就会源源不绝。交给我们，你去对付邪剑和荒人。
把邪剑。主人，快将心神与我交战，不可受邪剑控制。快放开那个剑！凌空天障，万念尽空。